哎呀，咁啊上邊咧就係發生咗意外。嶺南灣。嶺南灣之後，咁啊大家咧就塞曬車咯。咁啊，如果咁樣大會係停咗嗰場比賽咧，咁啊頭先嗰個衝刺嘅名次咧，我相信都會係作為最後嘅嗰個成績啦。咁啊，而家要睇一睇點做先，因為全部咧喺個彎咧係好窄。呢個哇好危險啊！咁啊，黃旗咧就應該會有噶啦，咪喺上邊。咁啊，三部車咧係跟住一步一步咁樣排曬喺度。